所以郭靖平常自己常常在家里东摸摸西摸摸，都自己。东摸摸西摸摸。因为他连包包里面都在清。水都在清。是是是。对啊。我算是一个蛮爱干净的人了。哦。所以我今天要介绍大家一个法宝。是。就是这个。什么？这是怎样？手套型的。手套哦。你们知道气泡纸吗？对，有。我们常常你知道网购，所以都家里很多。郭靖这方法是正确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们的清洁剂直接洗碗，反而洗不干净。对，清洁剂要靠稀释跟泡沫的方式，反而洗净力更强。是是是。对，所以这种方法其实是老师。一般我们都清洁剂直接倒下去。对，那就反而更浪费，反而洗不干净。对对。因为它那个气泡里面有，刚刚已经有碰到水，对不对？对，要一直搓，一直搓。对，有稀释跟有泡沫的效果，所以洗净力。对，洗净。老师，可是问题是它的是塑胶加上洗碗巾，会不会反而把那塑胶溶出来？不会，因为你水冲掉以后，其实就已经没有残留的成分了，就干净。对。
不是说洗完了就那个泡沫还在，就直接拿来吃东西，不是，一定要是还要再洗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 OK 的。哇，老师肯定你哦，是啊，对啊，请老师来教我们。OK， 另外一个我们那个方法是哈，自制就利用那个旧丝袜自制菜瓜布。通常我们的丝袜，因为女生丝袜很薄，然后很容易破，一破我们就把它丢了。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杨老师教的这个可以省多少钱。好，来看一下。79元，对，哇，是菜瓜布的钱吗？对，其实我要讲是说，因为我这个菜瓜布哈，它几乎假如说像这样子，不是那么油腻的盘子来，对我们来讲，这个不算油腻盘子来讲，对我们来讲就对对对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连清洁剂都不用，对，是，那首先当然首先花一点，省不止79元，因为连清洁剂都省了，对，而且更环保，对，像这个就是丝袜哈，就是我用丝袜做的这个菜瓜布。是丝袜黑色跟对黑色跟肤色，对我去勾的，这好强哦，费电哦，对啊，说我们平常喜欢吃完东西会擦嘴巴，对对对，擦嘴巴那个餐巾纸没有卫生纸，先把这个不要丢，对，会更省，对对，然后这个时候你用水龙头开着，是，就比方说这水龙头就这样开着哈，哎，真的没有清洁剂，完全都不用清洁剂耶，对，要是水龙头这样冲下去的话哈，几乎都。没有什么清洁，非常干净，非常干净，是，真的，我真的耶，没有，没有，都不会滑了，好好用的感觉，所以这个里面其实还有残留的油这样下去，要是用水龙头这样一边洗一边冲的话，对，就完全冲掉了，那个活水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因为这个菜瓜布它也可以怎么样，还可以这样张开水冲一冲，张开来这样子，没有，就像刚刚那个雅兰讲说毛线有没有？对，它毛线不是会有张力吗？对，是是，这样子的方式它不会残留，因为它这个本身因为它是尼龙的嘛，对，尼龙的材质不会残留，而且我看每一个家庭每个月。可能都有一两条丢掉。你摸摸看哈，宪哥，你摸摸看，其实它的油没有那么油腻。因为它不会粘连呐，它不是棉的，棉布就会了。对，棉布比较会，因为它是比较没那么油腻。老师，可是问题是啊，它的清洁效果的确是很好，可是我觉得那看起来边吃好像很困难呢。我要先讲哈，女孩子哈要赶快嫁个好老公的话，最起码你讲是郭鑫吗？都可以，都可以哈。你一定要先学会勾那个简单的钩针嘛，就是把它最基本的最基本的钩针，对，不需要很那个什么花色，不需要。沈老师，我有问题，所以是一定要勾成这样，它清洁力才比较好，还是只是一定要勾？因为它其实就像那个雅兰讲说，它有那种摩擦力。对，你要是说像这样丝袜的话，它本身没有摩擦。那老师，我现在因为来不及学这个勾了，因为已经这么短的时间，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？通常我们还是希望就是直接要可以的话就直接把它这样缠一缠哈，像裤袜就这样子擦还是擦得掉。哦，对，还是不能整条裤袜，然后这样卷一卷。可以，你可以把它编麻花一样，对对对，编麻花可以，就先编麻花绑一绑，有没有？这样子随便绑一绑也可以。对对，你先把它那个这样编成麻花，然后把这样打一个结，这样也是有这个效果。丝袜这样编麻花，我有没有可能把丝袜整双拿来编麻花之后卷成一颗球，可以拿来洗澡？可以。其实哈，我们这个有的时候，我有时候把它编成像郭鑫那样子一个袋子的形状，是，它有那个去角质的效果，而且还有个好处，比方说你像这样，我们就是把它弄成像这样子的方式，对，一般这样丝袜哈，是摆香皂的话哈，它会那个洗不干净，就会一直滑来滑去。对对对。那你要是把它编起来以后哈，是把它变成一个像郭鑫那样一个袋子的形状，你把那个我们有时候洗澡不是有小块的香皂吗？对对对，放到里头来，好，你洗澡什么的话，就是怎么直接的去角就可以洗，对对对，效果超级好。如果用沐浴乳的话，那会省很多。对，也会省。那通常假如说你一个小块的香皂放进来哈，那你当然你新的香皂用完这个还在。那甚至于说，假如说你有特质，这个是拿来干嘛？拿来清洁我们的瓷砖。哦。那连肥皂都不要了，就直接这样清洁。直接涂瓷砖就可以干净了。对。因为你香皂都不用。那就不用像雅兰用那个双氧水了，对不对？不用了。对。其实像刚刚你那个什么双氧水那个方法哈，其实用香水就可以了。香水。香皂水，香水就可以有那个。香水有酒精嘛？对，香水有酒精，对，酒精跟油都有在里面。而且喷完、清完之后，又香香香香的。对。利用家里不要的旧丝袜，就可以省去洗碗巾，代替菜瓜布，一举数得，既天然又环保，更不用害怕化学毒素来捣蛋哦。还有哪些需要精神荷包的，请杰玲来告诉我们。是的，就是呢，每个人家中呢都会有一台果汁机，那果汁机里面呢，就像这一台你一样。
里面会有一层厚厚的污垢，那甚至呢有些刀片还洗不干净会生锈。可是呢果汁机台也不便宜，难道我要把它丢掉吗？真的，而且那个刀片是最难清的地方，因为有的时候你没办法刷到某些角度，然后又怕手会受伤，对，很难。所以培培，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状况，你有自己清洁的配备吗？我们家如果有一些那种就是镀的那种东西上去的话，就里面它可能原本是铁的，外面有镀一层漆的话，那我都会先喷那种亮光漆，对，然后或者是它已经如果已经脱落的话，我们一样就是会先用那个透明的蜡先上上去，它就比较不会有丑丑的锈了。可是如果像是这种果汁机没办法上，对，因为那种湿，里面不可能喷那个啊，因为每天在吃的东西，这种可能就没办法，可能就真的就花钱再买一台。那你今天要好好学学，可以省下一台果汁机的钱，真的。所以郭欣，你会清吗？哎，我会。哎，怎么可能？怎么那么？厉害，每样都会。所以你怎么清呢？没有，像那种果汁机的话，我的方法不知道正不正确啦。我可能就是倒热的肥皂水下去，然后搅，然后再让它一直空转。对，一直搅，一直搅。所以按果汁机吗？让它自己搅。然后顺转这样，它就干净。真的假的？我印象中是这样。那是刚打完之后可以这么做啦，可是如果很久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时候我们要请一位生活很厉害、很会持家的好老婆，谢谢，要来教教我们哦。我要教大家一个超强的除锈法。哇，太好了，麻烦要来。这个生锈是最麻烦的，真的，而且当然一定有，而且是家里随手可得的东西，而且据说就是雅兰这个方法不只是用于就是果汁机里面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家里很多最容易生锈的就是铁窗，对，有没有？铁窗是不是很难清？是，菜刀是不是也会生锈？如果你没擦干，两天就生锈。对，所以很多铁制品几乎都可以清得一干二净。然后我今天要用的就是我的秘密武器，是。哇！强效果汁机清洁法不可不学。它的方法很简单，我们就只要准备，你就把它倒下去，然后呢，你就倒水。要温的吗？就一般的自来水就可以了。清洁溜溜，哎，对啊，不干净。哇！